大家好，我是郑文老师，现任 Raymond Studio 创意总监，负责规划这门 C4D 动态技法课程。C4D 是目前很夯的 3D 动画软体，我们公司就是选用 C4D 来处理许多国际级厂商的专案，因此对这套软体非常熟悉，也了解业界要求。我将以最专业的角度规划学习 C4D 的路径，协助你掌握这套软体。嗨，我是 Niffy 老师，现任 Raymond Studio 3D 动画师，负责这门的教学录制。运用 CCD 制作各式各样商业活动的 VR 动画是我的强项。在课程中，我将完整示范专业 3D 动画师的工作流程，告诉你高效率完成专案的方法。课程内容以专业技术和业界观念作为核心，共分成八大教学重点，全是职场上最基本、最实用的动态技法，包含动态文字用法、物体变形特效、布料动态模拟，还有地面扩散、扭曲、波纹、破碎分离等效果，以及表面高低动态。透过十个经典范例，边做边学，快速增强你的动画实战力。当你有了基础，便是时候试试混搭的概念了。课程还有提供两个整合范例，详细解析如何将基本技法结合运用，进而完成高水准的动态效果。用 C4D 动态技法让世界动起来，我们课堂见。